好，这个是亮纹的条件。如果说你在这里要看到暗纹的条件呢，那就是这个变一变，这个 delta r 等于 m 加二分之一 lambda。这一边跟这边永远都是这个，把这两个相等就变成这样子，这是油墨啊，油墨的干涉。好，现在我们再看一种干涉，就是眼镜片啊。我们眼镜片有时候比较贵，它就是镀了一层墨，镀墨它有它的用途了，比如说它希望进来的紫消除某一些光啊，比如说紫外光要消除，那它这个就要满足啊紫外光的在这个地方产生的是一个相消干相长干涉啊，它反射是相长干涉，它穿过来就是一个相消干涉啊。如果它希望光线从这里进来的多啊，就是我们看的主要能够刺激我们眼网膜而产生这个颜色感的啊，让它进来多一点，那就是这种波长的进来多一点，进来的多那就是反射要相消干涉啊。好，现在我们在眼睛上镀一层薄膜， N1 小于 N2 小于 N3， 这个跟刚刚那个薄膜是一样， N1 小于 N2 小于 N3 啊。所以说如果是暗纹的话就是这个啊，那么这个相差啊，你看这个，这就跟刚刚那个油墨是一样的啊，还是这个值啊。所以呢结合以上啊，那么产生相消干涉的条件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光线啊在外面产生相消干涉，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能够进来啊，外面消掉它当然通通跑进来了，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最小的厚度 M 等于零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薄膜它有最小的厚度啊，最小的厚度，那这个就等于零，就二分之一了，那它就等于四分之一个 lambda N2，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里头啊，所以这个 N 呢，那这个 lambda 波长应该就是在第二个介质里面的波长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例题啊。波长是680个 nanometer 的平行光线垂直照射在120个 millimeter 就是12公分长的玻璃片上面，这个玻璃片的一端紧密的接在一起，另外一端呢夹着一根直径为 0.048mm 的细法，就这个就是玻璃片，长度是680个 mm， 这一端呢是叠在一起，这一端夹着一根头发，其实很小很小，我们啊画那么小我们这个都没有画了，都看不见了啊，所以故意把它放大，头发的直径啊，直径0.048mm。 好，我们现在从上面往这里看，从这里一直看过去，一直看过去，因为它是这个地方呢，它这个路径差会不一样啊，啊，路径差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相差。所以一路看过来就有暗纹有亮纹，有暗纹有亮纹，有暗纹有亮纹，那你到底看了多少条，有多少条亮纹，哎，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两个玻璃片形成一个楔形的空气薄膜，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空气薄膜啊。其实这个薄膜这个厚度啊要比这个玻璃片要小得多了啊，我们
为了要看得见把这个放大，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把这个也放大啊，同比例放大，那就根本就不能看了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距离比这个要大得太多啊。真正在这里就是两个玻璃片当中啊，有一个薄膜，就是空气的薄膜，是这个形状的啊，蟹形的 ，OK， 啊，蟹形的。好，那空气，那光线从空气中垂直入射，入射以后啊，在这个膜的这个地方反射。你说为什么不考虑这个反射啊？因为这两个玻璃片的距离大得不得了哈，这个 M 啊，不晓得，如果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话，那这个不晓得几千几万哈，那个我们就不算那个了哈。在这里反射，这里反射是大折射率到小折射率，所以不改变。好，这条折射以后呢，折射都不改变了，啊，从小折射率到大折射率又反射，反射以后这要改变，这要变一个拍，变个拍弧度，然后穿射一路都不改变，所以这两条线，它们相差是有拍弧度，啊，拍弧度。好，比如说。产生干涉亮纹的条件，你在这里看，要产生干涉亮纹，那么这两条线它的相差一定是这个，亮纹的相差一定是这个，对不对？好，但是它真正的相差，真正的路径差或是光程差，要看这个啊，这个就是什么，过来是低，回去也是低，空气是一嘛，那就是二 D， 啊，就是二 H， 哦，我这里写 H 应该是，这里是 D， 当中这个是 H 在变的啊，从零一直变到 D，OK。好 ，delta R 从这里是两倍的 H， 假定这是 H 的话，但是还要考虑。它反射以后有一个改变的一个相差，这两个相差不一样，所以你要加减一个二分之 lambda 啊，这是相差，然后这个跟这个相等啊，这个跟这个相等，我们就得 2h 要等于 m 加上二分之一的啊 lambda， OK，这是亮纹，这个是亮纹啊 ，m 等于零一二三四，好。如果要产生暗纹呢，暗纹的话，你就先把暗纹的条件带进去啊。至于这个地方的改变都没有变呢，还是这个啊，你把这个带进去，我们就得啊，我们就得这个。这个，这就是 delta R 是这个，又是这个，相等哈、啊，所以 2H 等于 m lambda， m 呢是0123，是暗纹。好，现在我们把数字带进去了，我们要看的是亮纹，对不对？刚看的是亮纹，好，最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距离是 h。它用来照射的光线是680个 nanometer， 带到这个亮纹的条件里面去，啊，是亮纹的条件。刚刚我们导出来的亮纹条件，解得 m 是等于什么？从这里解哈、啊，这个 h 带到这里，啊 ，lambda 在这里 ，m 等于10.7，所以你从这里往下看的话呢 ，m 最大值是，因为这个用这个值是最大值了 ，m 最大值，啊，从这里的话
的话是 n 等于零，所以它是从零到10140.7，那就是有几条呢？141条干涉的量纹，啊 ，OK。好，那么这个玻璃片，这个实验呢，不是让你看这个暗纹亮纹很好看啊，它有用的。它这个装置可以做什么用呢？啊，这个装置就是你在这里看啊，有暗纹，有亮纹，有暗纹，有亮纹，有暗纹，有亮纹，对不对？假如这两块玻璃片呢、啊，都平的不得了的话，就是这个表面很平，这个表面也很平的话，那么它的干涉条纹是这样子的，很平很平。啊，如果说，假定这个是我们用检验用，本来就很平的，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玻璃片，到底这个玻璃片平不平？啊，我们中国人看就是老师傅来看哈、啊，他眼睛这个闭着一个眼睛，那么左看右看，说这个平了就平了，他说平了就平了。其实啊，我们真正的这个平不平呢、啊，要用这样子的来看，啊，如果这两个不平的话呢，有一个地方不平，比如说它鼓起来1/4波长。1/4波长，你眼睛根本看不到了。好，它光程差就变了，光程差就变了1/2波长，所以原来是亮纹呢，就变成暗纹。那就说这个暗纹呢，到这里以后呢，拐过来，再从这里回，再弯曲，就是这条亮纹弯曲了。好，有一条亮纹会弯曲，那就表示那个地方啊，这个玻璃片不平，啊，玻璃片不平，啊，他们的这个，比如说他做玻璃片，最后啊，要经过 QC 啊，就是 quality control 检验，要用这个检验，啊，你这个玻璃片就报销了啊，或者是他有办法再把它修复 ，OK， 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看。你这玻璃片相差多少呢？只要相差1/2 lambda 呢，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不是，玻璃片不是这个叫1/4波长，啊，1/4波长的话呢，上下来回就相差1/2波长，啊，那么它就会暗纹变亮纹，亮纹变暗纹，啊，所以它可以。准确到你这个光波波长的1/4的长度，啊，相差那么一点，我们就能够检验得出来啊。好，现在我们再看海水哈，啊，上面海水1.3，我们就把图了秀出来啊，这是海水，折射率1.3。上面敷了一层煤油，折射率是1.2。这个煤油的上方呢，是空气，折射率是1，啊，折射率是1。OK， 好，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假如这个薄膜的厚度，油膜的厚度是460nanometer， 那么在水面上。可见光中哪些波长的光反射最强？就你坐飞机在这个上空看，这个油墨呢会有颜色，看到什么颜色？好，那么我们就用油墨，刚刚啊，我们做油墨的这个。方法啊，来看，我们先把这个画出来，啊，这个比这个大，比这个大，所以这里有一个拍弧度的改变，然后穿射以后又一个拍弧度改变，所以这两个没有改变啊，等于它这两个相差，这两个没有相差啊，那么
观色，有时候你在水面下来看的话也会有颜色哦，啊，这一路穿色都没有变啊，这个反射变那个拍，这个反射没有变还是拍，所以穿色以后还是拍，所以穿色的时候啊，这两条光线呢，它会有一个拍弧度的相差。好，那么我们看，你在这里飞机在上面看，那一定要什么，它的光程差，这两条线在空气里面光程差是 lambda n 温的 m 倍， m 是0123456、啊、那么它的光程差是差在这里跟这个之间的相差，好，这个来回两倍的 h 乘上 m2， 乘上 m2 就是它的光程差，再加上这个两，这两个没有变，相差一样，所以没有变什么二分之派二分之 lambda， 所以就是这个啊，这个跟这个相等，跟这个相等就变成这个式子，好，那你就可以看这个 lambda， 你在空中所看到的这个波长啊，是等于2n2 应该是 h 了，这应该是写 h 了，这是 h 了哈、啊。我这个有时候在做题目，有时候会把它看成 t 去了，想成 t 去了哈、啊。这你我这里用 h， 你就用 h， 要不然你就把这个都是用 h 嘛，对，你就 h。二乘上 n2 啊，这 n2 是 1.2， 然后这个460个 nanometer 被 m 来除，就等于这么多。好，现在我们把 m 来变一变， m 等于1的时候，因为这个不能等于0，0的话就是无限大了，对不对哈？ lambda 无限大了啊。n 等于1的时候，这个波长会很强，但是你看不见，因为它这个我们人看到的波长是400到700个 nanometer 啊。 n 等于2的时候呢，552个 nanometer， 这时候是绿光啊。 m 等于3呢，368，这又看不见了，我们是400到700 nanometer，所以这又看不见，所以你在飞机在上面看的时候啊，是绿色的光，啊，这一片油啊是发绿色的 ，OK。其他的光线不是说没有啊，是看不见的。好，那你在水底下来看呢，那你就要看这里了，看这两个相差，啊，如果这是亮纹的话呢？那它是 m lambda n 3，就是这里看的是亮纹啊，它加上光程是这个一次两次三次三倍的 h 啊，光程啊，不是三倍 h， 要从这里看，从这里看这条线，从这里开始，然后这里反射回去，再从这里回来，所以它是两倍。两倍的 h， 啊，这里还加上一个，这个两倍的 h 是它的乘上 n2 是光程差，啊，它还加上它相差的相差二分之 lambda 3，啊，把这个跟这个相等，就得这个式子，于是我们就可以得 lambda n3 要等于这个值。你把这个都带进去了，那我们现在 m 等于一的时候，736个 nanometer， 这个也看不见，它是红外线的范围，啊，这大于700我们也看不见。m 等于二的时候，442，这个是紫光，啊，正好是。四百
接近400了哈。然后第三的时候，这又在400以外，啊，所以只能看到这个。所以你在水底下看这个油啊，它是紫色的光 ，OK， 啊，我们说，刚刚上面看的是绿光，下面看的是紫光。哎，那么我们知道上面的光啊，水面上，刚刚我们看到啊，水面上的，就说这个干涉，这上面看的干涉条纹跟下面看的干涉条纹，它有个关系，就是互补的关系。也就是说，上面如果是暗纹，下面看到的暗纹的地方，下面看到就是亮纹的地方，上面是亮纹的地方，下面看到的就是暗纹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水面上暗纹的条件，暗纹是这个条件的、啊、还有呢啊，这个变就是这个蛋白的 H 啊。所以结合以上的式子呢，我们可以得这个数字啊，啊 ，lambda， 你看，我们现在是看暗纹了哈，写出来是这个。你看这个就跟我们在水面上的亮纹是一样的，亮纹是一样，所以上面是亮纹，下面是亮纹，上面就是暗纹，它有一种互补。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一个现象，就是牛顿圈 （Newton rings）。比如说我们这个玻璃的平板，这里摆一个球面镜，哦，不是球，这不是面镜，就是玻璃球啊，不是整个啊，它只是有这么一块 ，OK， 它的折射率，这个跟这个玻璃片都是同样的玻璃片，啊，折射率大于一，它当中有一层空气的薄膜。这个折射率是一，啊，那光线从这个地方垂直入射啊，都是垂直入射，我是故意画斜一点。我们眼睛从这里看，啊，从这里一路看过来，你会看到啊，你在这里一路看，你会看到这个下面呢、啊，这个会有干涉条纹，这个干涉条纹呢。它不是单单这样，这是一个圆的，它周围都有哈，周围都有，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亮纹暗纹呢，是一圈一圈，一圈亮的，一圈暗的，一圈亮的，一圈暗的，啊，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要看它反射，啊，这是入射线，然后到这里，薄膜的这一边反射，这个是什么？大于一的射到小于一的，大折射率到小折射率，没有相变。好，那么这个地方折射以后再反射，而、哦、这个小折射率到大折射率就改变一个派，改变一个派弧度。所以这两条这条线的两个反射线，它相差一个派弧度的波长啊。好，我们在这里看，要看亮纹的话呢，那亮纹的条件就是这个了。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地方的光程，应该是这里的距离就是光程啊，因为它是空气就是光程，再加上这个相差的改变啊，它这个距离假定是 d 哈、啊，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是 d 的话，它来回两次就是 2d， 啊，它反射以后有变一个相位，对不对？加减二分之 lambda， 啊，这两个相等，两个相等就得这个值，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 2d 等于 m 加二分之一 lambda。干涉条纹的半径
我刚刚说这个现在这个啊，这个只是它的一段一段 OK， 它其实它是一圈呢、啊、我们要求这个半径长啊，这个半径其实啊比这个这个曲率半径要小的很多很多很多，小的很多很多，一个一个玻璃片你只能看它当中一点点啊，那一点点就是好多好多条啊，啊，这是 R 远小于大 R。 那么我们看这 R， 看这个三角形的关系，这个直角三角形 R 是等于根号 R 平方减掉 R 减 D 的平方。好，我们把这个平方出来啊， R 平方消掉了，这个提出来就变成这样子啊，因为 R 比 D 大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一项跟一比呀、啊、可以忽略而不计，所以只有这么大啊， R 就等于这么大。所以这个牛顿圈它的半径呢啊就等于这么大 OK。 好，我们把这个 R， 好，把这 R， 把这个这里二拍 2D 了啊，我们把 2D， 因为它这个牛顿圈形成的时候它有这个关系啊，把这个带到这个 D 里头来啊，我们就得 R 是等于根号 M 加二分之一乘上 R 乘量的，这就是牛顿圈量纹的半径啊，量纹的半径 OK。好，你看我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啊，两条反射线产生暗纹的条件，刚刚是看亮纹对不对，暗纹你把暗纹的条件先带去，这个都还是一样哦，还是一样，这个光程还是一样，这两个相等就变成这样子的啊。那么从这里就得 2D 等于 M lambda， 把 R 等于 2D 带到啊 D 啊，带到这个里头去啊，不是把 D 带到这个里头来，我们就 R 等于 M 大 R lambda， M 等于0的话就是最里头一条了， M 等于0，那就是暗纹啊，所以牛顿圈的中心呢是黑色的，是暗纹 OK 啊。那这个就是牛顿圈啊，牛顿圈。最后我们介绍一个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啊，从它的实验我们发现啊，光啊，光相对于你的速度啊，不管你是接近光还是远离光，不管你速度有多大，光对于你的速度永远是 c 啊，因为它这个牵涉到这个它这个内容哈，我们在这里先不讲这个，讲这个要到这个讲近代物理的时候啊，那时候再介绍。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度的国际标准长度，它现在不是用一根这个用一个长度标准长度来做长度，不是，它是用这个光波啊，波长的多少倍，那这个波长几个波长才算是一个一公尺，那这个波长你怎么算呢？波长那么小你怎么知道多少个啊？用这个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就可以测得出来。好，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是这样子的，这个镭射，镭射的光都是一束这个平行光对不对，很细很细。好，我们就用个凸透镜把
这个光线变大，啊，变大，注意是光线变大，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玻璃片，玻璃片呢，它这一面，这一面镀了半透，就是镀银，但是不是全银啊，这是半透的，这光线可以一半穿过去，一半反射啊，这样子的。然后这里，这里弄一个平面镜，固定的，这个平面镜呢，这个平面镜可以移动，可以往外移动，也可以往内移动，这个叫分光镜啊。刚才说这个半镀银的分光镜，因为光线从这里来，你看它一半穿过去，一半反射，反射线到这个平面镜就再反射回来，然后穿过去的镜从这里，光线从这里也反射回来，但是这光线，这个来的光线是穿过来的，但它也有一点是反射的啊。那这个反射线呢，到这里一部分穿过来，它一部分呢反射到这个屏幕上面。其实我们这里啊，这里我们是用这个用这个目镜在看这个东西啊。好，那么你看这一束光，它不是一条线哦，它一束光，一束光从这里以后反射回来，跟从这里反射回来有光层差，有光层差。这两条线就是这个线，一部分是从它来，一部分是从它来，这两个路径有路径差，就是有光层差。有光层差的话呢，如果这光层差是波长的整数倍，那就是这产生亮纹，就是亮圈。如果这两个光层差是波长一半的奇数倍，你看的就是暗圈，对不对？这个跟牛顿圈差不多了，啊，牛顿圈差不多了。好，你如果摆到这里都不动了哈，它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也不动，也不动。好，可是当你把这个可移动的平面镜呢往这里移动，你移动个二分之一，移动个四分之一波长。移动一个四分之一波长，那么这个光程呢，去增加四分之一波长，回来增加四分之一波长，那不是乘的二分之一波长吗？那跟这个差了二分之一波长，那就是暗纹，暗纹啊。OK， 就说不是它相差，就是相差一个二分之一波长，原来是亮纹的，这变成暗纹，原来是暗纹的就变成亮纹。所以你现在就移动这个东西移一下啊，一点点啊，它变一次，暗纹变亮纹，就一个波长了啊，再移一次又变一个啊，又变一次。所以你就从这，你就看它这个变动啊，这个变动几次你就知道你这个移动有多长。那这从这里移到这里，这个长度我们可以记录起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这个光波啊，我们的标准公尺就是多少个，这个是用克的橘红色的这个光波啊，这镭射是 krypton 啊，86橘红色的光波，这么多个波长就算是一公尺。它好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你真的做一个成型的一个长度，它跟温度有关的，温度深一点那个长度会伸长啊，温度短一点这个长度又缩短了，这个不标准，对不对啊？你用这个光线的话呢，
跟这个温度没有关系啊。Okay, 啊，所以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数值啊。那这就是1公尺的国际标准长度。